就下位会公布的2021年全国客家人口调查，高雄甲县起5730人，其中客家人口大概是1830人，客家大概30%。虽然受到台风的影响，伫吉鲁方做得讲，谈唔到有人讲客家。甲县起公所伫4月15日开业汉语初级认证班，没想到上个同道的乡亲来报名参加，大家上课气氛同好。好言送到唔上嘅下课。对，上班的时候买门票。明年2月的学业初级认证班，就会提按强重的气氛开始诶。请我简单等到一堆组队开做讲客家环境，甲先乡亲一定地好些。哎，会来学个客家。认证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学是跟着爸爸妈妈，就是用口语，就是用听的。然后这个客家的认证就是可以学到正确的拼音。会回想到我阿婆，我的奶奶，而且以前她不会听台湾话，那个闽南语，我从小就要跟她讲客家话。对生活方向开始认识。再慢慢地对考试的内容来进行，对他多一人去参加考试的目的。原本15年就做在开办的学业初级认证班，没想到来27的学员报名参加，其中甲县技工所还有九人报名，就连唔系客家西北其中也来上课。我们希望是带动整个甲县的客语的气氛呐、啊，所以说我们希望。外面的乡亲来学，然后我们公所的同仁也来学，这样子一起共襄盛举，一起把这个整个那个甲县的客语的氛围把它带动起来。先生认证高，学生的快乐好，也可以利用下班时间可以压件学业认证班，帮学员前多准调摆讲合法记忆。甲县区公所讲，日子时期有千多百批客家前批到甲县局闹。告诉有客家认同的人唔会少，也希望对公所带头学习客语，帮见到人愿意开嘴讲客家。客家新闻整份只讲用报道。